你看过怎么坑富婆零花钱的？老爸，你给我转2000块钱，我去买几箱苏打水。多少？什么苏打水这么贵？你不会又让人坑了吧？哎呀，你不懂，我要买的可是天然苏打水，可不是那种勾兑的哈。再说了，现在很多老板酒桌上都喝这种水。你等等，是这种长白山天然苏打水吧？不是。你先别说话。 我来告诉你，为什么很多老板在酒桌上哈都喜欢喝这种水。你看，像咱平时喝多了，胃里边就特别难受。你看着它是透明的哈，其实你看，它是酸性的。这个 pH 值哈，大概在5.0左右。如果这个时候你口干了、口渴了，想来点水，你看它纯净水，没有任何反应，它只是相当于把酒给稀释了。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你能来点这种天然的苏打水，你看一下。 它直接就把屋里的酸给中和了，主要呢，它这个水哈是高斯型的天然苏打水，你看它 pH 值能达到 8.8 左右，而且它配料表里边哈就只有天然苏打水。像你平时哈经常熬夜应酬的多，更应该喝这种水。而且咱平时送个长辈呀、送个领导什么的哈，显得也比较有心意。买4箱更划算的，跟普通水差不多价钱，你还要花2000块钱去买？不是，老婆，我知道了，你肯定是又被别人坑了，对吧？